为滴咧闽乡乡爱福地关怀协会，长期对滴社区内底诶弱势家庭囡仔是真关心，同时嘛有为因来进行滴课后辅导等等诶学习活动。而这一届福地关怀协会诶志刚妈妈是特别用手工来制作坚果塔，所卖诶所得是全部拢来送予儿童少年诶课后照顾服务。福地关怀协会协助弱势家庭诶囡仔是非常用心。为小朋友举办了真多课后的课程，予因伫放学也是下课的时阵，会使学习更加侪才艺，也是伫学业上有更加侪学习的空间。伊即件福地关怀协会志工妈妈着手工制作了坚果塔，并且将所得全部捐赠予协会。福地关怀协会长期帮助弱势家庭的小朋友课后辅导以及陪伴。每天当小朋友下课，我们会协助小朋友完成课业，以及安排多元化的才艺以及品格课程，让小朋友在人生的道路上更有自信心。我们的志工妈妈很用心的制作一些手工笔，然后我们将这些义卖所得全部用在客服的小朋友身上，欢迎大家一起共享盛举。伊遮个手做坚果塔，拢是志工妈妈达到用心制作而成。逐工会使制作数量嘛是非常有限，内底嘛是满满拢是志工妈妈的爱心。同时嘛，希望大家会使来多多支持，让弱势家庭小朋友会使有更加侪的机会来翻转人生。最新新闻，曾一成、闽乡乡彩虹报道。开始倒数，山水景色走圈圈，记住和你一起魔术。So be my honey, honey, honey， 想起了爱情融进心里，走进橄榄阿里阿里阿里，山里的美景水中山明。想带你看阿里山的日出，沿途历经的是八公路，伸出小手其他不在乎，带动弱智酒店关下付出。若你想要和我走过山林步道，你会意想不到，风头尽在围绕，上扬嘴角微笑。我们鸟叫此刻配合的跳喵，天然手持穿越云海的轨迹，搭配高山茶的尾韵，愿意向身不助力配着你，看你喜欢阿里山的 coffee tea on me， yeah yeah， 走进了台湾的美，享受片刻宁静在奢望的脸，一二三到台湾，台湾有个阿里山，水土湾都坐船，每步享受的习惯， yeah， 少年要喝咖啡吗？从南到北走遍全地图，现在开始倒数，山水景色走圈圈，记住和你一起魔术。You be my honey, honey, honey， 想起了爱情融进心里，走进橄榄阿里阿里阿里，山里的美景水中山明。23.5 度的高山滋味。以茶会友，茶人奉茶，艺术的展现。高山茶都嘉义，欢迎大家小酒来嘉义泡茶、饮咖啡。